智慧菩提。无惭无愧之差别，自依法院诸灵所开示，分数之如下：于自在者，无部位转是无惭；于诸罪中不见部位是无愧。不恭敬是无惭，不怖畏是无愧，不厌见烦恼是无惭，不厌见恶行是无愧。作恶不自顾是无惭，作恶不顾他是无愧，作恶不羞耻是无惭，作恶而傲意是无愧。独一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，对他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。若对少人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，若对众人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。若对恶趣有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，若对善趣有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。若对愚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惭，若对智者造罪而不羞耻是无愧。
若对卑者造罪而不羞耻，是无惭；若对尊者造罪而不羞耻，是无愧。若对在家者造罪而不羞耻，是无惭；若对出家者造罪而不羞耻，是无愧。若对非亲教鬼犯造罪而不羞耻，是无惭；若对亲教鬼犯造罪而不羞耻，是无愧。若作恶时补修天者，是无惭；若作恶时不耻人者，是无愧。若于诸恶因不能呵悔，是无惭；于诸恶果不能厌恶，是无愧。贪等流是无惭，愚痴等流是无愧。由此观之，如是十七种，为无惭无愧差别。此二法为欲界系，为是不善。一切不善心，心所法，皆变相应，为除自性。无惭无愧是正道因缘，乃毋庸置疑。业障会障碍正觉的启发，所以忏悔法门是所有佛弟子必须修习的一门。故而佛名经上云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当先忏悔一切诸罪。
慈悲水忏说：业报至时，非空非海中，非入山石间，无有地方所托之不受报，唯有忏悔力，乃能得除灭。何以知然？试题缓因五衰象限，恐惧切心归成三宝，五相即灭，得延天年。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中则说：于诸福德中，忏悔福德最大，除业障最古，又如何来忏悔呢？佛明经说：夫欲忏悔，必须先敬三宝，所以然者，三宝是一切众生良友福田，若能归向者，则灭无量罪，长无量福。故而念佛、拜佛、持咒、放生、素食、烟供、施食等，虔诚参与、护持各种法会，都是忏悔的行门。惭愧、忏悔、反省、检讨、改过，对于修行者而言，是五项重要的行门，是趋入解脱道之门。有志之人，为恶事故，能行布施。一者，调伏自心；二者，坏愿嗔心。悲心施一人，功德大如地，为己施一切，得报如芥子，救一恶难人，甚施于一切。菩萨施以常观烦恼罪过，身观涅槃功德微妙，除菩提已，更无所求。
菩萨施贫穷时，起悲悯心；施福田时，生喜敬心；施亲友时，生放舍心。若见其者，则知所需，随向给予，不吝发言。何以故？不待求施，得无量果。常叹施功德，有财而不舍，所生恒贫愧，欲施无财物。不乐修福业，常乐修智慧，而不行布施，所生常聪者，贫穷无财产。为乐行布施，而不修智慧，所生得大财，于暗无知见。施慧二俱修，所生聚财智。二俱不修者，长夜处贫暗。布施无正性，厚德饶财物，所受悉粗色，其心常乐着，深信行施慧，生得上财宝，所受皆庄严，其心常爱乐。在日常禅修时，我们可以利用困境来做智慧的反观，例如烦躁、不满意、悲苦及失望等等。这些都是生活中的负面与不愉快，这些也都是修习专注和增长的机会。
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感觉本身，而不必诉诸世界应该如何。如果我们开始容忍那些似乎无法忍受的事，会发觉这样的修行非常有帮助。我们可以不断地面对在心中浮现的事物，那些惧怕与欲望，于是我们便成为一个从生活中学习醒思的人，而不是一个总是抱怨不已，在生命不如所愿时感到挫折的人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驻足回首人生的历程，学业、家庭、事业，当人生拥有了一切，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与来去，向往与追寻心灵层次提升，新的起点从祝福与改变开始，人生的风景将赋予升华的色彩。净土院水陆法会的祝福，大圣经典法义的学习，不仅实践布施的菩提行，也充实内在自我的涵养，对于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、过往亲眷、朋友伴侣，在净土院水陆法会的助导下，我们给予亲眷无尽的祝福与怀念，成就彼此，并迈向和善的生命状态。除给予祖先与过往亲朋祝福，更为六道受苦众生祈求平安福善，以一丝纯净念想
带来清凉法语，成就无上布施功德与善报。净土院敬邀您一同参与水陆法会，同为父母师长请眷，生命中的朋友伴侣，乃至十方法界众生祈福，亦为病毒肆虐的地球祈福祝祷，愿大家一同参与盛会，一同成就圆满的人生。桃园佛教联社公告，本联社原定于111年10月27日至11月30日止期间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，因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COVID-19 疫情在国内蔓延，戒会筹备工作受阻，为守护戒子在更安全的环境中受戒及戒会各项筹备工作能更加完善，本次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会将展延，期间日期是疫情状况例行公告。感谢十方长老大德筹备期间对戒会的护持与协助，期待疫情早日消弭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展延造成诸山长老及诸位护法大德不便，诚感歉意，谨以此函启白十方，无限感恩。桃园佛教联社住持是明矮致敬。中华民国111年7月1日。